好，基本上的话，其实如果你真的不太会画图的，像我们这边做的这个方法的，如果你有做分镜图是最好，因为我大概是可以了解，好了解那动画的感觉。但是你不太会做，因为单一张还好，可是你要连续动作，有些人就做不太出来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透过这个网站的辅助。哎，你们记得应该是去年还是今年有那个乐高的动画电影啊？啊，对，因为现在有一些人是流行什么像素式的动画，有没有？明明像素可以很高，它就是把它降低，变成一块一块的这种动画。那你可以到这个网站点进来，点一下就可以进到这个网站里面。那你进来这个网站之后呢，它有线上的版本，也有可以在电脑里面执行的版本，都有。好，当然如果看不懂的可以用翻译，它也支援。哎，你就直接告诉他你要 create 的。你看我们下面这里这个地方有没有很多这种像素动画，对不对？下面这个都是像素动画嘛。哎，我广播嘛，没有，对不对？难怪。好，三二一。好，你看这里哈，就是你到简报第99页这里打开，我们刚刚讲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打开之后呢，进到这里来，这里是不是都有像素动画？现在流行这一种，因为没有，现在已经不是不流行 Flash， 是 Flash 不能执行。好，所以呢，没什么多媒体内容好播，就只好用 GIF 动画。那你在这边呢，你可以直接 create， 也可以把它翻译，这里也可以。好，如果你想要变中文的话，从这里翻译，我就直接按 create sprite。你如果有注册账号，你可以把你的做的这个内容就存在什么云端，好，就存在，下次可以再用。好，一进来之后，右手边，你看它有工具嘛？哈，这些工具没什么问题。右手边这里，我们因为这个 LED 点矩阵，请问它有几颗？是不是有64颗？所以不要太过分哈，在这里 reset 有没有？这里有一个叫 resize 啊，有看到的哈？你把它按一下，因为预设的话它是32×32，比我们还是大一点嘛，大很多哈。老实讲，32×32是用在哪里？我们桌面上那个图数，还有64×64。所以如果你想要做，就是自己做那个像素式的动画，这个网站我是觉得还蛮方便的。好，你在这边改成8×8，然后按 resize， 我放大一点哈 ，resize， 这里就只剩8×8，有没有？这个比我们在 Photoshop 容易一点。那我们先简单看一下它的笔刷在这里。这是单一的，你就点一下就有一个颜色。那这个颜色由哪里决定？因为 Photoshop 已经用到快烂掉了嘛，在这里前景颜色跟背景颜色，好，所以你从这边就可以去做改变，看你要什么颜色。但是我必须告诉各位，颜色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。我们的 LED 点矩阵只有一种颜色，这样有看到了吧？所以在上面做，你是做高兴的而已，但是你真正要做创作是可以的，好，真正做创作是 OK 的。这样点一点，有没有像我们刚刚那点点？但是呢，这种方法如果你做的是就是独特的没有问题，可是如果你想要做什么对称的，不用那么麻烦，点到这里，你这里点一个，右边有没有一起出来？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要做的是对称性的形状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用这一支笔。当然它还有其他的颜色，好，其他这些工具你也可以拿来用，这样有没有清楚了？这样满意了吗？你满意我不满意呢？你们怎么那么容易就满足了？哎，为什么我要这样讲？我就是不会画我才要来这里啊，结果你在我这边还是要画，只是有一次对称工具你就满意了，这样不行。所以我们希望做一件事情，做什么事情？我有图，你帮我直接转好不好？这样好像比较有诚意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来这边找找看。你到 Google 的图片，好，我们就来找找一些图，但是你不要找太复杂，因为我们灯号
灯泡的数量不多，所以如果你拍太多的，比如说你要 smile， 对不对？你要有不一样的笑脸，这种的是最容易达成的。但是这个你直接画就好，对不对？你就找看看有没有哪一个，你用这个的话只能做长日的图嘛，因为你转成八乘八，你用 Photoshop 你把它降下来看看，所以你可以找看看看哪一个啊、哦、比较 OK 一点点，比较接近你要的，好、哦。那这是一种方法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你要找其他的，哦，形状也可以。假设我要类似这个，我不赖的话，那你可以把它找到之后，按右键把它储存下来。好，存好之后呢，我们就来这边右手边，你看这里，这个有没有 import 输入？哦，这个地方，你可以告诉他，我要把现有的答案抓进来。那这个现有答案可以是它的专案档，因为我刚刚讲它有单机的版本，好，就是可以在电脑上直接安装的版本，也有直接浏览图片的，好，直接浏览图片的，所以我就直接选浏览图片 Browse Image， 告诉他我要变成这个，他就问你我原本是256的，你要把我变多少，对不对？变成八乘八。有没有？它是预设是等比例的，等比例的。当然，如果你在这边想要做动画，行不行？也可以。所以我先照这个，下一步有没有变成这样？那他问你，我要跟你的原有现在这一张，到底是要 combine 在一起，要合并在一起，还是直接完全取代它？我就取代一下好了。OK。请问这样有没有进来？但是不见得很像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的像素毕竟还是没那么多，好，所以你可以试看看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网站有个好处，就是你如果想要做一些，比如说你在平面设计，你想做一些所谓的点阵化的东西，用这个做确实快很多，比绝对比你用 Photoshop 做快。好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受限于什么？我的 size 不够多，灯号不够多。那你如果想要做动画，这里可以第二张、第三张，这样有没有出来了？你就可以针对这边来继续做，这样有清楚了吗？可以的哈。如果假设你已经做好了，你就可以从右手边这边做输出，就可以变成一般图片。不过呢，各位，这个我也是有拿出来的。其实你可以找小绿的啦。像我这个，我真的不是自己画的，我只是把小绿的动画 GIF 放进去，再拿出我要的就好了。所以如果你不信的话，你就来这边找找小绿人。好，这样子，你就找看看哪一个动画。我记得，哦，这里有一个，有没有？动画也可以汇进去哦。你如果用这个，我就把它按右键另存，好，放进来，回到刚刚这边来，你就来这边汇入这个，有没有 GIF？ 你要把它变多少？八乘八。哎，等一下哈、哦，我不是汇入单一，我是要汇入变成一连串的，变成八乘八。这样有看到的哈、哦，下一步。有没有有点惨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这样理解吗？只是我找的不是这个，我找的是另外一个哈，刚刚没有看到，这样应该了解意思了。所以我把画面还给你喽，你可以到我们简报第99页，进到这个网站来玩玩看。